要装纸袋你就不用浪费这个了。两个都直接装到纸袋里。对，那个不用，太浪费了，谢谢。这么酷，减少资源浪费。你喜欢资源浪费？对啊，就放着就好了。那个纸袋比较脏啊。不会啦，你送都行，反正不是你在吃的，没关系。谢谢。为什么纸袋会脏？它没有食品接触的加工啊，它那个都是蟑螂、老鼠在上面爬过。